接下来我们要带一首你们应该有点熟悉的歌，弯弯的福乃，然后记得跟我一起唱。好好，其实是 Monday。他那个鼓手在麦克风吗？然后说，我帮他点一下。他可以麦克风点的。因为其实就是说这个那个，不然其实原本不是叫鼓手在打拔的时候就很像是一起。一个很高超高的，就是我们的画面根本没有那么多故事。对，鼓手的麦克风，哇！就我把鼓手的麦克风，我让他比较模式那么我的一个失误，因为拔他就在拔旁边，其实在这个旁边只打错，然后黑向上，然后找鼓手，没有那么多的故事，他根本只是一个美丽又哀愁，还带了一点淡淡的幽默的一个故事而已。已经超准了。不是要从好久好久以前的那个晚上说起。表示说他很忙。晚上，我一个人在家里。但是我在期末很难。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比赛，就是我不想这样。结果想看，都来报一下哈。然后带着那时候我们只有一首。名字也没有错，然后就报名这个比赛，然后有一个音乐网站叫做 Switch Voice， 要用那个来报名这个比赛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反正我也没有 Switch Voice 的账号，来办一套，然后说团名到时候再想填报名，然后于是我就把这个。我很喜欢的一家蛋糕店的名字当成我的 Switch Voice 账号的名字，没想到报名之后才发现，我就一次喝掉了。这个比赛是用 Switch Voice 的账号，那个我很开心。那我觉得很好喝哎，是我们做的，糖比较少就好喝。哇，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故事，我觉得那个比较好喝，对，那边又美丽又哀愁，还带着一点点小小的幽默，所以喝了会有点太一个故事。对，要喝酒会比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有点共鸣，对自己的。